我哋身體咧每一個細胞都係需要 DHA 嘅，因為佢有助大腦、眼睛同埋中樞神經系統嘅發展，亦都係被證實咧係 BB 嘅視覺神經同埋早期發展嘅重要物質。所以 Catalo 推出嘅植物 DHA 活腦補眼配方。深海的魚類之所以蕴含豐富的奧美加三脂肪酸 DHA， 主要是因為它們的主要食物就是深海微海藻，所以 Catalo 特別以專利的萃取技術提取出深藏在天然的微海藻裡面的高純度 DHA 精華，不含重金屬或者其他有害的物質，更加是沒有魚腥味。所用的 DHA 配方咧，連美國的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都是認可，是適用於嬰兒的奶粉。可見到它品質純正，吸收率極高。主要的功效咧就可以維持心臟健康，增強思考及記憶力，幫助維持視覺影像清晰，改善過敏體質，亦都可以幫助孕婦和餵哺中的婦女補充所需的 DHA， 俾嬰幼兒吸收。促進腦部和眼睛的健康發展，配合特選的植物軟膠囊適合任何人士使用，連懷孕、餵哺中的婦女甚至乎是全素食者都可以用的。